去年以来呢，中欧关系在挑战中实现了新发展，中欧合作在困难中取得了新成果。事实也证明，中欧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和深厚的合作基础。只有合作协调啊，才能解决问题，应对挑战。中方对欧政策保持稳定连贯，希望欧方形成自主的对华认知，奉行自主的对华政策，同中方一道共同啊来推动中欧关系能够行稳啊致远。